是 AKB48 TTP， 我是蔡恩念念，我是周雨林娜子蜜，我是藤井麻友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我们的《看见夕阳了吗》选拔写真书。哇！我跟你们说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出写真书。对啊，我还没有看过。到现在都还没有看，我超生气的。是，为了拍这个开箱，知道吗？我们为了拍这个开箱，写的是那个。我们忍到现在，对啊，居然给我们拆了，忍不住了，忍不住，居然拆了，拆了。开箱，我可以先看吗？是，好，来吧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翻开的，我们一起翻开的。选拔成员称号争夺战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称号争夺战呢？哎呦，哇，称号，什么称号？真的很有那种日系杂志的感觉，真的。这是什么？我们的私服照，之上一次那个，之前在审计新春，对不对？很好看。有没有大家的大合照？我找一下炫给你们看。我看到好大一只的列吉，好不要脸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这样子啊。拔成员称号争夺战，哇！这浮夸上，他的浮夸上，你看我没有，好摄影上，摄影上，哇，很棒哎！那是不是会有那个成员拍的照片？我有表，我哪里有偶包啊？我竟然是第四名，偶包少女，哪有啊？还好吧？爱哭为什么你是那个啊？爱哭是第一名吧？你是第一名，我才没有啊！好了，最喜欢哪个部分？我喜欢这个对话，我也觉得对话。message， 因为怎么说，我觉得平常很少可以知道对方的别人对我们的想法。对啊，而且意外的很多槽点，就是蛮好笑的。每个人看到的都有不一样的想法。对啊，对啊。而且应该说是平常我们面对大家展现出来的样子，跟私下有真实的一面，太样子。对啊。好的，总之现在无论是官网上面，还是接下来的活动，希望大家看到它就不要错过。对，一定要继续支持我们的选拔写真书。耶！希望之后还可以推出更多本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。对，一定会喜欢这本书，要好好珍藏哦。大家还没买的，真的赶快去买，拜托！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！我们冲一个再版嘛，加油！来来来，耶！我们看完了吗？大家书借还工作人员啊！不要啦，不可以，我不敢。嗨嗨，我要提到这件事，如果不说话的话，真的是个美少女是谁呢？大家买到再看看。